加拿大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报告，资料来源于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。加拿大渥太华时间5月11号9点32分，北京时间5月11号21点32分。加拿大确诊病例70138例，加拿大死亡病例4992例。加拿大渥太华时间5月10号9点32分至5月11号9点32分，加拿大新增确诊病例1186例，加拿大新增死亡病例168例。我周一到周五下午更新视频，欢迎大家订阅，记得打开小铃铛哦，这样您就可以接收到新视频发布的通知了。